属高度怀疑设计不良，要求移除这根杀人的电线杆。看到凯蒂人员现身，死者家属压抑的情绪全部宣泄单位啊，我们并不晓得说这个是这样，然后这一单位原单位也不是我们单位的民警，然后某一道宣传一进到防汛道路就看到电线杆直立在弯道中间，附近又没有任何警告标示或者是反光设备提醒用户民众。凯蒂人员承认这根电线杆确实在设计上有问题，将会尽快移